最近几年，相信大家听到最多的话题就是某一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要翻拍了，比如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《还珠格格》等等一系列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涌入到人们的眼前。今天小编带领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剧即将要翻拍了，那么到底是什么剧呢？那么赶快跟着小编的步伐去看一吧。提到张艺谋，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。有名的大导演，不管他执导的哪部电影都是非常深入人心，不管是《十面埋伏》，是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，到《金陵十三钗》，这些电影的画面从给人一种艳丽的色彩，展现人物个性，具有东方美的特性。看来张艺谋一向对画面感是非常的重要。近日网上曝出张艺谋花六亿翻拍《遮天》这部玄幻小说，据说里面的剧情深入人心，跌宕起伏，惟妙惟肖，总共320集。看到这里，有不少的人们开始坐不住了。这次张艺谋翻拍的是电视剧，看到这里总共有320集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惊讶，这是一部怎样的电视剧呢？根据最新的消息称，翻拍的难度大，看样此次翻拍张艺谋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有不少的人表示，既然是一部大片，自然而然演员们挑选也是非常的重要了。据悉男主叶凡由胡歌参演，看到这里有不少的人直呼此剧必定火。那么女主有谁来参演的？女主有赵丽颖参演，看到这里估计有些人是等不及了。